Hello， 各位爱女生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九月号的封面人物李玉成。九月二十三号，我所主演的电影《我的淡蓝情人》即将在戏院上映喽，我们一起在戏院不见不散。想要知道更多有关于玉成的消息，就一起锁定《爱女生》杂志。